迄个过八十八页吼，八十八页，八十八页，咱迄个任中科六十升任之区长，任本五归本啊，十相六相言，这段是已经有讲一半下过去啊，好、哦，应该大家知影吼、哦，这段讲到底呢，已经讲到这个九十页的第一段了啊。哦，八十八啊，这个是已经讲到九十页，而这个头前段节拢讲完啦，是讲咱人就是在心灵啦，吼、哦，咱在心灵伫这个个六道轮回安尼，啊，有三恶道，吼、哦，五处中呢是头啊是讲到三恶道嘛，啊，但是三恶道甲三善道，这个三善道是还未讲到，不过伊这个所在是无讲三善道，伊干那讲五处。五处就是三恶道、甲人道、甲天道，伊才无讲到阿修罗道，所以去掉阿修罗道，它叫做五处；啊，若加阿修罗道，叫做六处，或者是叫做六道安尼。好、哦，这个法义是安尼哈。但是呢，真内底，伊是甲咱讲，一定是善心的人是善道。那么善心的人将来是光明的世界安尼。如果那是恶心，是恶业，当然是恶道。恶道就对了三恶道的这个苦处。那么这个苦处呢，上极苦就是地狱道，啊，现在来鬼道来这个个畜生道安尼。所以头前这有讲到，这已经跟咱说明过。但是呢，伊现在要搁跟咱订正一个咱过去唔对的观念，唔对的想法啦。生死的轮回，吼，即马咱用对这个所在，甲咱说明哈。生死的轮回，吼，有个人误解真济。即马即个是计讲误解真济，安怎误解呢？比如讲印度教，即个就是印度的基本，迄落因的宗教安尼吼。伊就讲人死去了后，无论是圣人、凡夫、善人、恶人，拢总爱受着阎罗王来甲管辖安尼。印度教是安尼想。吼、哦、啊！恶嘅人，佮受着阎罗王佮判决，送入各种嘅地狱去受罚。但是中国人有那是想讲人死去一定做鬼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佛教嘅轮回观，透过中国嘅这个旧观念了后，所以认定讲人死去了后拢总变鬼安尼。即物就是给要先说这个，甲咱说明好清楚。人死去唔是拢总变鬼。哈、哦，这个就是要讲，因为咱人有六道去转的嘛，唔是讲死去一定拢变鬼啦。哈、哦，这个等一下会甲咱说明一下哈、哦。当然，有功德的人，譬如讲在咱凡俗人啊，譬如讲咱今仔日都无出家修行嘛，无出家修行，不过咱的一生，拢有时阵善，有时阵恶，或者是讲咱人的中间有的是正人君子，好、哦，有的是贤人，有的圣人。这是咱人人道来得到，安尼啊人有诶是真罪恶，即有各种诶分别，但是各种分别当然都有无同诶即个境界甲报应出来，所以毋是讲一定累得变鬼哈，即、这个因为呢，毋是一定任何一个人爱受过十殿诶严峻判断，毋是安尼哈，即记好哈，因为阎罗王诶管辖无遐快，阎罗王诶管辖哈。是管一部分尔，那大多数的话啦，是差不多伫鬼道里，伫鬼道啦，哦，鬼道啦，啊，迄、那个鬼那是已经圆满，较起来畜生道安尼，阎罗王的管还是无遐大，绝对唔是讲阎罗王管甲一四山无安尼哈，伊是管地府尔，管这个鬼道，哈、哦，但是咱中国即马来哈，中国一般啊，这个佛教徒哈，有个人唔知影讲。唔知讲佛道，甲咱讲个即生死流转。那是如果照咱中国的这种古观念就对，改成讲是以鬼为基本，这一个是以为是鬼做基本。吼、哦，这个所在就去讲安尼，无则无讲到吼。伫、哦、头前我念迄段，所以咱这六道吼，唔是以鬼做基本，所以唔是以阎罗天主。作为，敢若像六道众生轮回的主要判官，唔是安尼哈？这个就是要甲咱讲安尼。六道中所有的是甚物会为主呢？
就是以人为主。啊，是安怎以人为主呢？就是因为咱伫人间世，看你安怎做，做做了后，较由这个人间世的这个罪过。因为内底上尾即句话甲咱讲，讲由人来造业，造作着真侪善恶业。啊，死去了后，较以业力，较去受天人恶鬼傍身地界的果报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讲，唔是以鬼为本。六道的重心点是以人为本，不是以鬼为本。所以人以业力做出来了后，那是善，佮受天啊，佮受人的报；那是恶，佮受恶鬼、畜生、佮地狱的果报。所以这个呢，真侪人误会了，以为中国式的，而这个以鬼为本，安尼，这个鬼本就是讲以鬼为本，六道中是以鬼为基本。这句话是安尼讲哈，好、哦、记嘞哈，这。人死去一定爱做鬼，唔是安尼。那么人死去到底是安怎样？吼、哦，这个我先嘛来个再甲咱说明，因为这代志真重要哈。因为咱人有一个业性，咱有一个业性，这个业性内底吼有善，咱过去有做善，也有做恶。但是这个，干那只是善，甲只是恶吼，安尼袂当涵盖一切。袂当算讲哦，安尼就是干那分作善恶两条路呢？唔是，因为这个恶的范围包括那真宽。如果你若有探讨唯识，这个别法明文论或者是八识规矩上，你若有探讨，你就知影咱人吼，因为这个个八识心王内底，佫有一百个心所，所以变化无穷。变化无穷呢，伫这个业识境界里呢，就袂当大家拢相像，就是来出世做。譬如讲，这个善精气，安尼来甲讲，善精气唔过善，有那是涵盖真宽，恶涵盖有那真宽，因为伊有牵连着五十，有牵连着一百个心所的关系，里面有根本烦恼，我讲你来听好无？有根本烦恼，吼、哦，有随烦恼，有善十一，吼、哦。所以您注意听吼，这个是真深的、真深的威胁啦。您即马若是电台有转，可能会互您转掉袂咧看哈。即马有几讲啊？有几讲八法明文论甲八讲八识规矩上。所以即马这个善吼，有的是做做了较去后悔，安听好无？讲无采人，我较会做海代志，确实无啥意义安尼。哇，安尼这种的报得阁无共啊哈，偏偏安尼报得阁无共哦。啊，即马有的人一生做甲真歹。唔过要死的进程哦，较去后悔，有的是未后悔，有的是会后悔。那么迄个就无共啊，迄个就转机啊。所以这个善的报真复杂，恶的报也真复杂。所以这个复杂的中间呢，较变化迄个无共的环境，甲无共的体型，无共的面相，无共的寿数，安尼直直变变，甲无共啊。譬如讲这个水蛇，干那一个蛇尔，伫海里的水蛇都一万种。啊，蜘蛛五千几种，干那一类的蜘蛛五千几种，啊，你也想看卖啊？啊，像那变迄个类，迄、那个畜生，迄、那个蜘蛛类，为什么变五千几种？就是讲迄个主体的恶，但是呢，伊搁在迄个恶搁分散无啥相像安尼，吼，安尼就不用无讲起啊。所以今仔日吼，伫人间世，你安怎做做做，这个恶的种子，伊会家己去回合。回合这样，因为因缘的回合，回合了后，佮变现迄个环境，佮迄个体相出来安尼。但是呢，那是真内底伫地角人口有无量无边的辛苦，即、這个就是做无共的恶。偏偏是地角多，但是无共的即恶报。所以地角唔靠有即、這个，前日有讲过啊嘛吼，八大地角，八迄个火热地角，啊，即、這个个寒冰地角嘛，即、這个就是无相会报出来。佮再来呢，一百空八地角，十来幽静地角，安尼一大堆，近边地角拢总有嘛。即、這个就是边边落地角，但是因为伊的恶，佮无啥受伤安尼，所以变成唔较有这种无同的地角。那么伫鬼呢，内底一个无量后善鬼啊，恶鬼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就是因为伊虽然有鬼心，唔过个人的鬼心无啥像。哦，这个就是因为伊去迄个轮回的中间的环境，就是因为伊在人生的中间所做无同啊，所以变成对了迄个道了。佮你讲变变畜生道，这个畜生的种类一个无量无边，算未完。哦，
这个就是因为畜生道内底伊的报，就是因为伊做的这个业力，伊个无同，所以这个报有哪无同安尼？这个就是安尼分出来。所以咱人的政治内底吼，阿未去轮回，真内底是无量无边。所以有天上人间轨道地狱安尼，达行有，吼、哦。但是人死去了呢，是不是一定要经过阎罗王？不是，不是一定拢啊有诶吼。伫这个所在，因为伊有天上精神。就天上去了，迄拢唔免经过阎罗王。有的是安尼，直接拄啊三寸就会登去呢。人迄个所在去等你啊，偏偏伫人间咯，迄拢唔免经过阎罗王判决。伫迄个所在，人就去等你啊。因为迄个因缘爱接落，好安尼绝对唔免经过阎罗王。有的是因为人间是菩萨来人间的，那得个经过阎罗王，迄都唔免啦。吼、哦，啊那是讲经过地狱道，迄嘛唔免呢。地狱道吼，因为死了吼。直接在亲像啥，迄个啥货，迄个急速的物件吼，急速的光速就对，光速安尼一日就落啊，迄个唔免经过审判，吼、哦，迄个唔免咯。但是伫轨道啦、畜生道啦，人间是还佫一部分爱受阎罗王审判的，一部分尔。天上报恩啊，唔免受阎罗王审判。但是迄个叫啥城隍啦，啊佮即个土地公啦、地基主啦，即有哪爱经过阎罗王审判呢？所以一部分尔，所以人死唔是大家拢当变鬼，啊，较过分发对六道去，唔是安尼。安怎样吼？即、這个那是以佛陀甲咱讲的即个经典是，你受什么因，啊，即、這个个别安怎去修，你是真内底都已经甲你定出来啊。有个人都在生时阵直直做做，甲因为伊迄个三种鬼还未到嘛，要等个时间还未到，但是迄个相已经变出来。所以我甲咱报，咱看见胎蛇有蛇的面，对不对？太低的人有低的面，哎，熟悉的呀，吼、哦，哎，太拽的人抓面就掀起来，面啊黄黄抓形就出来，目睭拢带迄个目睭形都拢出来，迄就是因为伊迄、那个报已经显出来，好、哦，安尼了解吼、哦，有人真紧就出来啊，所以唔免经过阎罗王审判，因为伊这种的因果已经在人间时还未死的之前，迄、那个果相就出来嘛。好、哦，所以唔通讲啊，人死去一定要经过阎罗王哈，这个就是要甲咱讲，这段就要讲安尼，因为你的业色境界看什么物件，好、哦，伊就拄像敢若香啦吼，香为是一种个用蜜来香行人间的嘛，对不对？有诶，唔是呢，真恶毒的迄个火头香呢，你甲想看嘛？啊，那恶毒的火头香就是亲人心落呀，但是今仔日这个蜜香就是要香行人间的呀，安听吼，迄就阁无讲啊。吼、哦，你看边边一个胖的，有诶要修行诶，有诶都恶毒诶，安尼就差别真大。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是结果，毋是死了一定爱经过阎罗王。吼、哦，这段是结果安尼啦哈。来，即卖咱搁甲看吼、哦，当时，吼、哦，咱即卖来了解，当时有诶人以为鬼甲地甲无分安尼，因为鬼道犯鬼道。啊，地狱道犯地狱道，因为这个轨道吼，甲地狱道，我先甲咱分别一下。这个轨道是甚么货呢？是伫这个中间是一生一死，哈、哦。啊，那么那是这个地狱道是一生一死哦。伊伫这个中间有几亿次的生，几亿次的死，这我前回有讲过哈、哦。啊，那么这个地狱的鬼是安尼啦。啊，那是轨道的鬼吼、哦，有的是福报的鬼。啊，有的是永远屈掉的，无法当叮当的鬼，迄、那个就是恶鬼的鬼。吼、哦，恁若是有上过地藏经，就甲咱讲啊真清楚啊。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甲咱讲啊真清楚啊，说唔是无分有分。吼、哦，但是讲这一点哦，有的人认为讲地狱受苦的鬼受罪了后，就来人间，唔是安尼。地狱的鬼吼、哦，那是按照的这个，要不咱听一下吼、哦。有一本经典叫做《楞严经》，《楞严经》内底人吼，《楞严经》内底佛陀有甲咱讲安尼啦吼，有甲咱讲啥呢？这个鬼十鬼道内底十种类吼，十种类了后哦，伊即马经过伫地狱道无量无边的时间了。啊，卡起来轨道，啊，这个轨道经过无量无边劫的时间了，卡个起来畜生道安尼，啊，畜生道起来，伊迄个执还佫带掉嘞，带掉嘞了，伊起来人间里呢，迄个习性佫伫嘞，伊佫造业佫带落来安尼，
在这个楞严经内底有讲得真清楚哈。啊是安尼啦，我有哪有整理一本六道苦报的真相出来啦？这本是讲得真清楚啦。恁可能伫市面上有去买着，也无得确啦。哈，这本我内底是讲得真清楚。这内底有关三恶道啦、三善道内底吼，安怎样变到这个动物，这我拢写得真清楚。这个头前有足侪样吼，动物的这种形态啊，天上的情形，吼、哦。啊，天上去回忆啦，啊是甚物款的心，较变作毒液啦、虎头蜂啦，啊就迄个乌肝符，即地主种叫乌肝符嘛吼，开始安怎开始变作这個，或者是讲开始变作鹅，变作即个狗遐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即内底吼，像即个寒冰地角就变安尼，寒冰地角啊，即、這个就是寒冰地角的众生，有诶白衣甲像头壳安尼尔，吼、哦，即拢总即部是讲甲真相侪拢有图案，啊，即、這个第一点迄、那个。人死去了，像地藏经讲的，入到这个第一定的这种业海人啊，一定受到野车用迄个叉，迄、那个个人个吐槽啊，迄个吼，安尼个咬来弹来弹去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这种的情形。啊，佫有人迄野车佮佮牵佮佮推安尼，这在生恶所恶的代志吼，伊即马伫遮都受到拢第一定先，第一定海来得佮佮推啊，啊推了后一段时间，佮佮经过第二定、第三定安尼。吼、哦，真内底呢有写较真济，尤其是无间地界吼、哦，一个也满，一千也满，一万也满安尼。迄、那个无间地界是变成啥呢？但是迄个新宿性安尼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就是翕一个无间地界的相。啊，话讲我先了开有当去翕者，互恁了就好啊吼。安怎样吼？即地界的即个头啊入去了后，就先受到酷刑啊，啊入去即无间地界，即寒冰地界。迄人就情形都拢变安尼算，吼、哦。那么天上呢，真头前只有那几页，即个阿修罗女，阿修罗的女将水，阿修罗男将真歹，吼、哦，即个阿修罗女啦。啊，即地狱个审判的情形，地狱审判的情形，即拢有写个真清楚，吼、哦。啊，个即个天上的人安怎开会，啊，天上的家庭的组织是安怎组织，即个拢总有即个答案出来。哦，你若有看，就知影。所以呢，今仔日咱正要来了解，唔通讲当作讲啊，人死一定做鬼，啊鬼较去轮回，唔是安尼，是人伫中间就已经相续去啊。哦，但是即马爱阁注意一点，因为咱人除了这个六道皆轮回，有的人是将来吼，因为伊都菩萨来嘛，菩萨来，即马伊来愿力，伊一期的愿力了，伊就阁等于回归伊的世界去啊。安听好无？菩萨来啊！啊，有的是天上来，天上来，伊即马来到这个人间，伊的福报伫天上尽了，来人间，但是因为伊有带着一个仁义的心，仁义的心伊拢会比较较有一个仁义道德，但是伊仁义道德搁再照受了后，伊死去搁再对天上去哩安尼，好、哦，但是有的是伫天上直接落落地角哩呢，啊，落落这个畜生道，因为个人的这种业色性质无同，所以起现行都无同。所以内底有甲咱讲，绝对唔通讲认为讲人死一定做鬼，吼、哦。反正咱内底嘛真侪人死了后，将来对净土去哩啊。这嘛是真侪，所以先甲咱讲呢，唔通讲死了，啊，就一定爱甲烧一挂银纸啦，烧一挂纸钱啦，吼、哦，啊一挂黄钱，这种白菜嘞哈，这种叫骗人诶，听好无？地界无去用起哈，真正地界无去用起。因为迄个就是蔡伦去设计出来嘛，应该就会知影嘛，吼。蔡伦就是因为当初伊先做这个纸，就是咱即马平常时皆用迄个啥拖纸吼，知影吼？迄就是用这个竹浆嘛，竹甲落浸浸到烂去，啊，甲用宽宽胎，就是即马去做银纸迄个纸就对了。迄竹山呐，迄种梅山，迄种有去做嘛。啊，即马伊做开了，真侪拆迄个叫啥？迄个灰纸，啊，灰纸都无当伊咧，应该伊是去顶落浸就会使啊啦。唔过工钱阁贵，阁再一遍工钱出来，而且伊阵自从迄个菜、迄火纸甲炒一块一块啊，啊甲白个一捆一捆，啊甲设计一工，啊甲过世，啊过世了后呢，甲叫因某对迄个烧安呢，啊烧烧伊经过三工咧，甲个爬起来，讲就是因太太甲烧这个马路线，啊甲个会复会，吼安尼，吼，这个就是这个典故就是安尼来啊。但是现在咱佛法内底唔知虾米人去变变迄个往生钱，只甲一蕊那莲花，恁敢捌试过？我你讲，这是唔对哈！恁千万唔通做这代志。这款的人有哪安排这的人，那真罪恶。我无骗你。
这个伊这个讲勉强啦吼，抓厝啦，这个，这拢都唔对，真奇怪呢。迄、那个抓厝后后高喷射机后高变柱的吼，对吼，啊无汽油唔知变哪使哈，哎、啊，都变安尼啊。所以糊里糊涂啦，啊，但咧满白骗无，安怎样吼？老爸老母死了，才对对起都，伊都唔知影，但满白骗无。敢是安尼吼？咱台湾有即句话嘛，讲满白骗无，讲不孝囝拢满白骗无。啊，其实迄款的做法拢满白骗无，迄种不孝囝的处理方法啦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啊，你搁今仔日用迄个啥？用迄个往生钱，迄嘛唔对呢？最记好哈。恁重要，我都有甲恁讲过啊。人死去了四十九天，四十九天吼，较紧甲超度。这个搁再甲恁顶一遍吼，四十九天内底较紧甲超度。上介好呢，第一个七天看甲超度会对未？第一个七天，那无第二个七天，二是十四天。因为伊死了吼，那唔是十恶大罪报落地狱呢，那是要去鬼道吼，还佫会等你，会等在今日孙那个超度。最记好哈，下个等介时阵那个超度，啊那无就是伊要落到这个畜生道去吼，啊个会等一，等到上界尾啊四十九天，介时阵那都未向无个超度掉呢，那么伊就顺业入去啊。但是要个超度上界好是恁家己吼，来上七卷的地藏经，甲回向给伊，安尼就超度会掉啊。七卷啦哈，啊不过呢上界好是家己上。家己的这亲情在甲上，啊，当然你若甲补加一杯是如何安尼？安怎样吼？啊，若是四大人皆艰苦，迄个亏未长，你先甲上七罐地藏经，较济罐有哪袂要紧哈？甲回向互伊周边，因为一寡人吼要死唔断开，就是迄个业障皆牵缠安尼。你即摆安怎回向呢？回向讲，我去在功德最好做主路的人回向哈。我在功德要回向哦，什么人？譬如讲，家己的四大人，什么人？伊身躯边的冤亲债主安尼，希望伊得到在功德了后，放什么人煞安尼？安听好无？安尼伊就开去啊！这个老大人，那家人往生，伊就往生；那是阿未时间阿未到，无往生，伊的病会直直恢复起来。安听好无？直直甲回向，直直回向，先回向伊身躯边的冤亲债主。啊，那是已经断开啊，较紧落去七观，啊是因地藏菩萨是甲咱讲叫咱四观之七观就会使嘛吼。你做个是七观，还是讲十四观？啊，甲回向讲，我在迄个个持经的功德，要回向哦某某人安尼啊。即摆我到互某某人哦，家己的时段，我要互啥物人？地藏菩萨慈悲，如果伊那是有罪业，要落三恶道。请地藏菩萨慈悲，伊在功德，可以提升起来三善道安尼。安听吼，记好哈，这做主路吼，这个关头真要紧哦。安尼掠了七关，或者是十四关吼，你着加加相挂，无较歹。啊，唔通杀生，迄几工的中间皆办迄个个别性吼，啊是打汤的期间绝对唔通杀生着。啊，这个个冰箱内底若有是五分，啊是有鱼肉。拢摕去出去，唔通搁藏内底哩，因为内底上吼，迄、那个功德力量内底，若是有这个五分的类吼，迄、那个恶鬼较会活来。安听吼，啊，这个善神较袂活来。啊，你若是还摕去要走，啊，这善神较会活来。啊，这个遐恶鬼就无爱无味通好偏吼，伊就袂活来安尼。所以这个大家注意，因为咱拢会送家己的时段啦，吼，应该大家知影嘛吼。咱家己拢有爸母啊，啊，爸母咱拢有一天一定会送伊上山头啊。啊，这代志都会用处理，那未用处理吼、哦，是真无好。安尼了解吼、哦，因为我有处理过吼、哦，啊，我嘛知影讲我的老爸真出事伫倒一只。安怎样吼？我嘛知道，因为伊过去伊是做人真好，不过呢，我一个开始个素性吼，甩起嘴乌白甲乌白臭在修行人安尼。安怎样吼？但是我伊个要个别是去去做水的话，做三脉水禅嘛。阮兄弟拢冻到拢无哭啊！甲迄日做水疗法师，讲恁若要哭去边仔哭安尼，安遐吼。但是迄日计做，阮做后生做起来啦，新妇拢来替伊忏悔安尼，吼、哦。安尼阿家弟安尼起来安尼，无吼，干那迄个错修行人就真唔对啊！安听哦，迄种人就真歹啊！安怎样吼？
所以咱今仔那个求救的点吼，是这个四十九天来，大家较紧来上经甲回向安尼了解吼。这个是怎个？因为死去了，迄个叫做重阴身呐。吼、哦，叫做重阴身。吼、哦，另外一个名叫做重忧身，所以迄个重阴身唔是鬼哈，记咧。重阴身哦，七日变一遍，七日变一遍，再变七遍安尼，四十九天变七遍。啊，到无法度后生祖囝，若未用甲救到吼，伊就顺利个保去啊啦，吼、哦，顺利个保去啊。所以如果那是去办丧事吼，有请人来去甲咱做法事吼。后生祖囝在亲情，大家爱较有一个庄严上，啊，唔通安嘻嘻哈哈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有诶，老爸老母去打汤诶，中间多啊，去拍扑克牌啦，去创啥货啦，安尼吼，吼、哦，迄有诶师傅就看得足气安尼，安怎样吼？吼、哦，迄有诶师傅就足无爱甲上经啊，因为迄无自省心吼，师傅搁上经嘛无效啦，因为迄个囝无心就无效啊，安听吼？即上经要有效吼，是囝有心，搁师傅有心安尼。两个拢在加落较有效。那是囝有心，师傅无心吼，我跟你讲，迄、那个师傅会报有哪心歹？因为人客钱，真真正正要拜托你，都阮未晓，要拜托你啊，要做功德给你。啊，你若无心共相吼，白日啦吼，鬼也会厉害，这真正的代志。因为佮上了无圆满吼，伊原在第三恶道个轮转吼，伊若好轮伫鬼道吼，白日就来掠迄个师傅啊，迄实在啊，吼。所以咱要去讲助念啊，啥吼，有那爱素心，啊爱自省心，安尼帮助迄个死亡者较有十足的效果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迄一个每家家拢爱清楚，所以真内底唔卡甲咱讲，唔通用迄个纸钱啥货啦，啊唔通讲这个人都一生有去修行啊，啊这做后生做囝人讲无甲小挂啦，啊都有去修行，都希望伊去净土啊，啊佫甲小挂，啊所以这个小挂。有无？迄、那个叫微靠钱，是毋是？咱当有只微靠钱嘛？吼，明记着，咱即个家己的老爸、家己的老母，着真有心去修行。你着甲上经甲做伊着好啊嘛。啊，叫一挂同参的道友来甲大家来做念啊，着好啊。啊，有诶，着计讲无甲小挂啦。今仔若无去念，毋知变安怎？吼、哦，迄着颠倒无信心，安尼毋对哈。对你做，你甲叫一挂同参道友来甲做念啦，来甲上经吼，做圆满着好啊。唔免去考虑这個，伊这个就是去考虑这个，所以对家己的士大人吼，甲贬值袂安尼，贬值。记咧哈，咱唔通安尼做哈，安尼做都唔对，吼、哦。爱烧迄个银纸嘛无对啦，吼、哦，烧迄个银纸嘛无对。啊、哦，这个记咧哈，所以唔加讲有诶念佛，实在有诶念念佛会当念到一心不乱吼。迄都伊要三寸鬼要当个进前人，大势至菩萨还是观世菩萨，都来要甲接引啊嘛。迄卡得个考虑啥？迄嘛拢唔免个助念，是家己修修好起来啦吼，唔通讲到时卡要叫人助念，到时叫人助念是卡未圆满啦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但是要会圆满，一定爱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即记咧，因为经藏内底是甲咱交代安尼，因为西方净土唔是小善根性的人会当入去的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内底上界清净的，有那未使犯五逆罪，有那未使诽谤大圣。这两条有哪爱小心，吼、哦，就是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会当去你啊。但是你一生中的这个嘴，那是不是有迄、那个个安尼念一念，迄、那个念一讲，迄当讲西唔捌啊？那么这个嘛有一个真大的借口，吼、哦。所以这点就是给甲咱讲这代志，吼、哦。所以人以人为中心，唔是以鬼为中心。六道中间是以人为中心，所以咱人有苦有乐嘛。啊，那是鬼，就是拢苦较济嘛。啊，那是天上是乐啊。所以咱人为中心，所以咱人有苦有乐安尼，安怎样吼？这就无讲意思，所以唔通甲当作是人死，一定爱经过这个轨道，安尼就误差真大哈。来，天主，即马来三圣道，咱来讲天主哈。人道都讲了嘛，人道苦乐拢真济，这已经讲了。来天主，天主就是生死流转中的善处。但是这是天处吼，已经予人真侪误会。什么叫做天？我即马甲咱讲一个较详细一个。天是代表啥货？吼，这是天字吼，这是天字有真侪意义。
实在我那会使摕一本册来赠送啦。唔过吼，我看到安尼无啥顺，安怎无啥顺呢？才发五百几本的册，啊，今日我看无两百个去听。啊，到底摕海册回去的人有去看有无？所以我有考虑这点，无我会使摕一本来送人。咱若有要看的话吼，咱主教是会使摕一本来送。这本内底关系六道的这个情形，我写甲真详细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嘛有个想呢，是讲无这本幸福之道吼，恁若要爱的人来用买安尼，因为已经发五百几本啊，咧今仔日才无两百个，可能无两百个听。啊，到底恁客客等于，到底客的人啊人发心要给咱读的，煞变辜负着人发心的，哦，啊？后来一直学佛的人，袂使有好甲好天歹天嘞，吼、哦，系啊，袂使有好天歹天的这个差别啦。吼、哦，应该袂使安尼是啦，因为你若无顺读落吼，拢唔知影这个顺序到底安怎样啊。啊，无一本会使讲，今仔日你只几个人要读，我一人送一本都无错。嘿，因为你会辜负着人发心的啦，安怎样吼？辜负着人发心的。啊！恁客堂有诶是安尼来客堂伊着拼咧啊啦，真侪人啊，有啊，我有去看册啊，我着看册皮啊，啊了吼，真侪人是安尼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我去看毋是安尼，我去看吼、哦，对内容一遍一遍直直看诶咧，看几啊遍较看吼会当了解。即摆来自是天字吼，吼、哦，是天吼、哦，有几番诶分别，有五项诶分别，比如讲人中天。哈、哦，人中的天，人中天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么来呢，所性天，啊，景天，义天。啊，即来第一二天，啊，即嘛佫加一个天中天，安尼。啊，是刚才是二天吼，都有即几种的意义伫遐内底哩。人中天是佮讲啥？就是佮讲皇帝，因为伊是人间的国王，最高的权威者。哦，这个就是给讲皇帝，就是天主，哈。那么，什么叫做所性天？所性天就是给讲六道，六道中的这个天道，这个叫做所性天。先那讲，因为咱人六道轮回，这个业色去轮回光明的世界。好、哦，这个叫做啥呢？叫做天道，就是上界低，就是四天王天，这确定会讲到。上界悬的呢，就是啥货？就是这个个非常非非常数天，这个就是第二个叫做所性天。那么第三个叫做净天，什么叫做净天呢？就是已经断尽烦恼，断尽烦恼已经清净无尘故的三世圣者所居的天。这个就是亲像阿罗汉甲辟支佛阶段，这个就是啥呢？就是色界的色究竟天的相关那五天安尼。这个叫做啥？叫做净天、哦。那么第四叫做义天，什么叫做义天呢？就是会令悟啊，令解的大乘深义，会当解，会当降悟佛法的大乘法安尼，迄种的人。所以呢，这种的人差不多拢啥？第十住以上的菩萨。因为咱这个三贤位内底吼，有一个十住十行。十回向嘛，哈，所以这个是十足以上的菩萨，迄、那个叫做啥？叫做义天，因为伊所了解的佛法吼，这个义就是义嘛，就是真正直啦，不离三法的，不离空性，伊所觉性诸法的，无离开的佛德所降下安尼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义天安尼。那么什么叫做第一义天？这个第一义天就是佛陀所居住的这个积功土，这个第一义天就是积功土。
这个就是佛兼佛含佛，会当知影呢？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这个。那么，什么叫做天中天？这句天中天，伫个赞叹佛德。吼、哦，赞叹佛德，讲佛德就是天中天安尼。有无？客修天中天，何光照大千？八方吹不动，端坐指金莲。这个就是这个个苏东坡给娱乐的，吼、哦。这个天中天就是给讲佛德安尼。所以安尼来解了，但是咱即马要甲咱说明的，即、这个六道中的天道，就是迄个个所性天。真内底吼，我有分较真清楚安哈。来，好，抄好啊哈。即马即个天，就是生死流转中比人间更圣妙。更圣妙中间的最初是欲界天，伊有心，佮有色。吼、哦，有心就是讲有思路，有感，吼、哦，有感啦。迄心就是讲有感触，啊，有思路，啊，佮有体，而且呢，佮有五欲，佮男女欲的这个环境，吼、哦。那么五欲是啥？咱如果先说用话甲咱讲者得，就是色欲。五欲是啥货呢？就是色欲、形貌欲、味觉欲、色骨欲，啊，语言、音声欲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有五欲的环境啦，五欲的环境哦，吼、哦，所以有那有男女，啊，有众生的烦恼，吼、哦，就是白在这个环境内底袂当出离，这个叫做欲界。但是这个欲界，譬如讲大地内底这个地面、地下、水中，啊，甲近地面，近地面就是咱人甲畜生，吼、哦，这是近地面生活，啊，甲地下，譬如讲迄个个道观啊，迄种秘伫地下的。哦，即个那欲界一种性就对，道观啊，然后啊，伫水里就是在水族类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结光灾啦。啊，个地界有火边、火地界内底里生活的众生，啊，个有这个个寒冰地界的众生，这两种是欲界哦。吼、哦，啊是欲界是安怎样？因为因是欲强来造业来对了，原在伫欲界里安尼，吼。哦或者是讲放生啦、饿鬼啦、人啦、阿修罗，拢总是欲界。但是即马我谈到所念的这欲界是多苦的欲界安尼，多苦的欲界哦，吼、哦。即马个即个以外，还佫一个欲界的天，而即个欲界的天，即、這个天就是啥货呢？就是咱谈到去讲所生的天，因为即个生起着所生的即个欲界天，即、這个就是啥货呢？就是因为伊有心地光明的人，譬如讲伊修习善业。心地光明，伊才会生起遐安尼。吼、哦，如果伊今仔日若无安尼，的话，伊无心地光明，伊就袂当生起欲界的所生天。但是是安怎？伊则阁有分一个安怎样呢？分欲界、色界、甲无色界，这个阁有一个差别。我即马从这个差别，我来甲咱说明一下。吼、哦，伊的身观、伊的寿命、伊所住的所在，袂当离开去。啊，到底离咱遮偌远？我用那神煞甲咱说明，每一天内底离咱遮偌远，咱来了解一下哈。今内底伊遮有写着哈，遮有写着。咱这个虚空中哈。以前我那下头有一个苏尼山嘛，苏尼山的下骹遮吼，才有七顶的向水海啦，七顶的金山对不对吼？你若有看到这个图就安尼，但是呢，这个下面有一个阿修罗城，有一个阿修罗城，但是我那地角多，迄、那个真歹的地角我那伫遮，啊，才有阿修罗城。但这个咱卖管哩，这个苏尼山的中遮有一个叫做四天王天，啊，遮较叫做陀利天安尼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咱人这个四天王天的下面者，有一个四大部洲，安尼，相对的中间的四角头有一个四大部洲，这我有讲过啊。但是这个一定爱清楚哈，因为这代志将来吼，三善道、三恶道，咱也是要说法，这个拢会去讲，爱去讲分析掉。即嘛，这个呢，这个叫做四天王天，即嘛这是欲界哦哈，四天王天。啊，即马来这个叫做陀利天，
即马佫去哩一个叫做阎摩天，迄内底有写啦哈，即唔免抄。我只是简单分析好出来呢哈，阎摩天，一个道士天，啊，即马一个六变化天。什么一个昙化主宰天，安尼。但是伊这个官道吼，这官道，譬如讲，这那是，这那是讲一笑，这到这如果那是一笑哈，什么这个所在到这就两笑，啊，这个所在到这就四笑，啊，到这就八笑，到这就等六安尼，这个官道都累积滴滴起哩。好、哦，现在我先用这六欲天跟咱讲一下哈，这六欲天，所以伊有写嘛，欲天伫大地中心有一个苏尼山嘛，但是这伊这大地中心的这句话哈，我咧讲这句话，可能会予人怀疑讲是毋是这个喜马拉雅山，因为咱人哈，咱这个地球内底中心是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，对不对哈？圣母峰最高。所以真侪人是有误会，即马佮讲的喜马拉雅山是较早佮讲的苏尼山，但是唔是哈？因为空中的即个苏尼山吼，空中的即个苏尼山，菩萨看会到，阿罗汉都看袂到啊。即经典我真正有看到哈，我经典有看到啥呢？即个是伫虚空中，唔是佮讲即个咱地球即个喜马拉雅山，唔是安尼，吼。所以真来得即句话吼。这句话，那安尼可能会从唔知道，好啦，我卖讲，你我即卖用我的知影，甲咱讲得好哈。那么这个呢，咱这个喜马，这个喜马拉雅，这个个苏尼山有偌些？因为这呐叫福建讲哦，都安尼去哩，都安尼去哩，去哩到底呢？直接一日去哩，一个叫安尼，过啦去哩到啥？去哩到无色界最高天哈。无色界最高天，安尼拄啊好，一个世界安尼。但是今仔日佛陀所讲的这个娑婆世界吼，拄啊一个世界，一千个世界，它叫做一小千嘛。我计讲是直接去你到苏尼，去你到非常非常殊天哦。即马来一千个小世界，它一中千，一千个中千，它一大千安尼。啊，你甲想讲，这个苏尼山有偌济？安怎样吼？安苏尼山有偌济？佛陀所观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吼，都有无量无边啊啦。所以咱即马今仔日大这个世界，都是一个小世界尔。但是一个小世界都伫遮。啊，这个周边内底佫有包括咱这个地球内底佫有包括一个太阳系嘛，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啊。吼，应该安尼怎样嘛？吼。啊、所以有人就讲安尼讲，是毋是九大行星当作一个小世界？但是呢，那是要以苏尼山为中心哦，是。伫这个欲界，这个所在开始去到无色界最高天，叫做非常非常殊天，安尼较一个小世界安尼。所以这个佛陀所管辖的这个娑婆世界，变成有三千大千世界，等于就有无量无边的苏尼山。啊，咱是真内底一点尔，一个小世界尔。所以这个就是啥？譬如讲，咱今住伫这个叫做南瞻部洲，啊，这个叫做北古罗洲、东胜神洲、西五河洲安尼。四个大洲，就是等于四粒星球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中央较四天王哦，四天王较管四大部洲安尼，哈、哦。这个四天王是安怎分出来呢？四天王是安尼，东方是德国天王，吼、哦，名叫做多罗车，啊，这个个南方叫做景中天王，啊，西方叫做光目天王，吼、哦，啊，北方叫做德文天王，伊个名叫做毗沙文，这个拢有一个佛经拢有真讲甲真详细，所以这个四天王较管四大部洲。现在来个去年呢，这个陀利天，这个易中文叫做三十三嘛，三十三天。
那么这三十三天，它个东平、东西、南北、东八天、西八天、南八天、北八天，啊，这个四天王较配合就安尼。所以这个四天王拿来巡视人间的善恶，伊较给你报告这个，即等于报告。啊，报告了，伊就阁转来迄落个视察人间哩。所以六斋日的时阵吼，六斋日四天王甲伊的一千个囝，每一天王拢会来巡视人间。好、哦，啊，咱这个南瞻部首所管辖的，那是照神道去讲，就是南天直辖。恁若捌看到一挂迄个乱断的册吼，都写着啊，是由南天直接管咱家。哈、哦，但是这两天有无只有写哈、哦？这两天它叫做地基天。这两天哦，头前这两天叫做地基天，啥物叫做地基天？因为这个所在还佫有苏尼山。做因的地，啊，这两天太阳照会着，即马起嚟只太阳照袂着，所以即个天人袂当当在生活，吼、哦，因为即个天人吼，伊无太阳，啊无太阳，即马因个身躯家己会发光，啊嘴吼拢讲迄个话吼，拢用迄个光波来大家回答，所以即个天人袂当活在遮，啊，这两天的天人吼，都含咱遮类似。色体和咱家差不多，不过呢，搁再有一个叫地色天主三个面，地色天主三个面哦，迄经典我安尼写，爱徛一个徛一只千头的白象，一千粒头壳的白象，好、哦，迄经典安尼写哈。那么来，搁起叫做倒数多天，倒数多天，这个有分一个内院甲外院，内院是净土，啊外院是福报世界安尼。内院的天主是弥勒菩萨，即马底下个等众生，哈、哦，即马来个起来，这个叫做六变化天，啊，起来一个叫做昙花自在天，安尼，真内底遮都拢有写着啊，哈、哦，我是安尼落念落安尼较顺，但是遮个受，遮个身观半幽顺，遮个身观呐，哈，遮个身观是一幽顺。加两幽顺，加四幽顺，啊，加迄个个八幽顺，加十六幽顺安尼。一幽顺，印度的算法是一幽顺，遐有写着一个花历，后壁遐有写着花历。一幽顺是四十里，哈、哦，有那有三种算的，后算四十里，后算六十里的，后算八十里的。安尼你甲看，遮个天人偌悬。如果那是以四十里来甲讲，遮个天人。四天王家的天人都要二十里，二十里的官，加多四十里官，加八十里，哈、哦，加八十里啊，安尼，因为两幽顺八十里，啊，加你安尼个累积个算起就知影。即马来这寿数，这个所在寿数五百年，加一千年，加两千年，加四千年，哈、哦，加八千年。加一万六千年，安尼，迄寿命。但是你用安尼个推算，因为遮咱人间吼，人间五十年，啊，遮一日，遮人间，咱人间一百年，遮一天，遮咱人间两百年，遮一天。这个所在咱人间四百年，遮一天。这个所在人间八百年，哈、啊。加一天，这个所在人间一千年，一千六百年，加一天安尼，安尼了个推算，就知影讲到底今仔日咱活伫遮实在是可怜虫，安听吼，吼、哦，咱实在是真唔达得着啦，无法度咧，因为胳膊安尼啊，咱我活一个七十几年，诶，中间多人迄个所在吼，都无一天诶啊，你都活有一百年，靠有这个个。脱离天一天嘛，吼、哦，这个世界都安尼。但是这个所在五百年，和咱人间偌济呢？都九百万年。嘿，这个安尼个世界都九百万年哦。安尼，因为这个个印顺菩萨元老算好好的很啦吼，因为经典元老安尼写啦。啊，这你用安尼来甲算就知影啦，吼，来安尼甲算。啊，这个所在搁再加起，
所以这内底呢，我有哪有算好起来哈？这个所在900万年，才等于爱这个所在，若要照算爱四倍，因为这个时间性命无同，这个所在爱加才四倍，所以才3600万年。哈、哦，安尼一日加起来就对了。那照这个世界呢，爱1.44亿，那照安尼算，啊，这样搁起来才56亿。因为这个所在吼，倒数多天，咱才400年才一天，所以未来弥勒菩萨要下生人间是56亿，哈、哦，7000万年，安尼，这统计是安尼。安尼你嘛用安尼个累积个算起，啊新冠先做安怎，才都有甲咱统计伫遮。吼、哦，安尼你甲算就知影，因为咱爱了解啦，到底咱要去个世界，啊，甲将来咱解脱，因为解脱是超越时间甲空间嘛，啊，即还佫有时间个控制啊。我有看到一本册吼、哦，看到一本册，迄是基督教个册啦，耶稣个世界吼、哦，啊佫。会当照到伊20点钟，太阳还可以当照到20点钟，安尼伫对只，耶稣世界伫对，多伫遮尔嘛，那毋是伫遮就伫遮尔，因为这两天第二天太阳照会到，这天就照袂到嘛。既然太阳还可照会到，就是伊个世界伫遮嘛。啊，嘛是实际会使安尼讲起来，为哪样呢？因为因无修梵行嘛，无清净行啊。吼、哦，无清净性，当然因阿个地震内底人啊。吼、哦，就是咱今仔日呢，咱佛教徒都无修梵行，阿原在有个做十善业，当然嘛是个伫遮讲遮。看你十善业的上品，还是中品，还是下品嘛？我都有甲咱讲过，四天王天你若要入去吼，三项条件都会当入面：第一，你素食；第二，你多做奉献；第三，会当救生。有哪爱做安尼？这三项条件，你就会当入四天王天啊！哇，安尼真简单啦、啊。不过这个所在是半鬼半神，我有跟咱讲过吼，半鬼半神。所以今来第一节跟咱讲安尼嘛，地甲恶鬼者是属地这个个歹的吼，啊那欲界起哩，这个所在还佫有群神，群神呐、啊，还佫有男女。因为这个所在拢有家庭组织咯，遮拢有家庭组织，啊，遮也有，遮嘛有，遮嘛有得着。但是脱离天吼，脱离天遮个家，这个所在吼，这个所在是较，这个所在拢无好。遮有时阵男女会杂交，这个所在，诶，迄个叫啥？溃乱源内底男女杂交，你算下拢无解好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倒数多天的外院有家庭，但是内院就无啊。因为任何一个众生入去到倒数轮，伊拢叫做善男子安尼。啊，不过迄内底有接应的天女甲宝女，迄、那个就是四天，即、这个天主吼，500万亿的天主，啊，甲海大神咧变化出来，迄专门去接应众生的。吼、哦，海的外相拢亲像菩萨安尼。即、这个内底无，即、这个内院内底无男女关系，啊，那么即个就有啊。啊，这个有哪有？不过这个谈话主宰天，才个两天，一天是福报天，啊，一天就是摩天，普顺个大个世界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有诶修行修无着，你实现修甲真好，但是你带着别项诶思念，别项诶观念，就到尾对这入去，对这个摩天入去，去做普顺诶迄个个魔路甲魔棍安尼。所以修行袂使讲凊彩凊彩就好了哈。所以这个所在吼，拢有群神，含人间差无偌济。不过伊的福乐是比人间较超越。因为咱人间是多病苦啊，吼苦甲乐一半一半嘛。不过这个所在拢总快乐。不过虽然快乐，这个世界还佫平民。好，休息一点钟，或者10分钟哈。好好